咁唔判得重唔得噶，因为佢喺台湾反复留学生接近星期四下昼撤出佢话结束近三庄书明会蓝色嗰张凳系垃圾，运动转化成咁神。政府就話係今個月喺七個屋苑同埋公共屋邨試行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咁唔到我話事話唔俾判，有三種唔同嘅收費模式。嗰班神係幫孫明會嗰度做好多神蹟噶嘛？你話嗰張藍色凳，孫明會嘅兒童全部都係垃圾咁，我阻唔到先介意喐佢哋啲做事。唔係我話得事。在台灣佔領立法院的學運決策小組決定，星期四下午六點鐘會撤出立法院，結束三個星期的佔領行動。他們說會將學運轉化成為全民運動，包括繼續監督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的立法，以及在全台灣舉行公民憲政會議。